这次 Apple Watch Ultra 在侧面有一个橘色的按钮，这个按钮是电镀上去钛金属上面的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十分的奇怪。当我们正面的来看这一个电镀的时候，它是非常的正橘色，但是我们把它转换一点点，我们会看到这个颜色会变得非常的黄，好像这个电镀工艺是没有很完整一样。我不确定在长时间的使用下久了以后，这个橘色会不会掉漆，看起来这个颜色是十分的奇怪的。